日本超人气的木村大神日前来台，和知名大导吴宇森合作拍摄台湾观光宣传片《I Love Taiwan》，盼木村拓哉的号召力能带进更多日本游客来台观光。而让粉丝殷殷期盼的广告成果终于上线播出，广告一开头就出现导演吴宇森的招牌吉祥物鸽子，让木村惨遭歌席热烈欢迎。マンゴーかき氷の本場台湾。接着木村拓哉大啖芒果冰、小笼包各式台湾美食，在吴宇森的运镜下展现风景与美食的迷人面貌，穿梭台湾与日本，画面美不胜收。这部60秒的宣传广告还将在东京涉谷、东京女子时尚秀、大阪道绝顿户外电视墙都看得到，预计吸引至少300万人次的浏览量，宣传效益十分可期。 Yes，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